捕捞、拥堵、反复开挖，城市面临严峻挑战。改变从地下开始，中国建设者关注正在升级的未来之城。深圳机场以西7公里正在打造一座未来之城，世界上最大的会展中心已经开始建设。这片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洼地，将在几年后变成珠三角的活力之都。城市的规划者决心在这里打造未来城市的典范，并在城市建设之初便设定目标，杜绝反复开挖的城市道路，消灭密集在城市上空的电线，监控看不见的地下风险，让暴雨来临之时的城市不再看海。这是曾经的城市之痛。工程师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城市的未来。城市，人类的栖息之所。在中国，超过1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困扰着他们。我们先从天空开始，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交织在城市的上空。我们的脚下，看不见的地方，都布满各种各样的管线、水管、电线、燃气管道，风险隐藏其中。日益老化锈蚀的水管，漏水正在发生，超过10%的水白白流失。燃气泄漏引出的恶性事故让人忧心。突发的暴雨，城市积水变成泽国。中国的城市面临挑战，急需升级。工程师正在寻找解决之道。王振志需要把目光跳出中国，以国际化的视野寻找解决方案。他发现，在全世界城市发展中，都曾有过类似的城市之痛。日本，国土狭小，城市的人口众多，地少楼高，他们致力于地下空间的开拓。日本呢，应该说是我们目前全世界地下综合管廊目前从技术、建筑、运营最发达的一个国家。那么它从东京的日比谷、麻布、青山这些地下综合管廊开始建设。1926年，东京地下修建了第一条城市综合管廊，把水管、燃气、电线等市政管线全部收纳到这个地下空间里。这不仅让原本错综复杂的城市管线变得一目了然，方便维修，还释放出了大量城市土地。此后，日本开始大量修建这种城市综合管廊，一次地震更是让他们感受到地下管廊的益处。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时候日本神户地区所有的房屋倒塌、道路损毁、停水停电，唯独就是综合管廊毫发未损，那么就是个别的地方有表皮脱落的，所以给灾后重建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这是对日本这个重灾区、地震多发这样的地区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功能非常非常齐全，有检修平台，有综合管线。日本的经验似乎能缓解城市之痛，这也给了中国工程师们启示。他们决定尝试建造一个地下空间，将高压电缆、通讯线路、燃气管道、供热管道、自来水和污水管道通通放入地下管廊。到一定的程度呢，比较方案似乎是现成的，但实施却绝非易事。
高压电缆、燃气管道都隐藏着风险，而这些都是城市命脉，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城市就要停摆。在大规模建设展开之前，王振志和他的团队必须有对应的方案。20多年建造钢铁厂的经验给了他们自信。钢铁厂是一个对安全等级要求极高的工业体系，在炼钢的过程中，高炉的温度可以达到2000摄氏度，一旦管线出现问题，危险随时可能发生。而且一旦建设完成，管线的布设修改极为困难。钢厂的地下管线极其复杂，只有在前期高精准规划才是规避风险的唯一手段。早在1978年，我们在宝钢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引进了新日铁的综合管廊技术。那么当时把所有的电力、液压、润滑、通讯、净循环水、浊循环水全部集中入了地下综合管廊。我们工业的这样的综合管廊，从复杂的程度、技术难度，包括自动化运营的程度，它比我们民用的这些综合管廊，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王振志希望能借鉴钢铁工厂建设的成功经验来修造地下综合管廊，整个把所有的这些管线集中到一起，应该说一次性投入比较大，但是它真正的功效是在未来长期的，甚至于100年都在受益。反复推演，工程师团队描摹出综合管廊内部的轮廓，所有的线路按照不同功能分类整齐地排列在地下空间内部。这是通讯线缆，外侧覆盖保护套管，达到彼此隔绝的作用。每隔一段距离会保留一段裸露的线缆，这个设计除了方便后期维修外，还可以方便地增加线缆分支，为未来的使用预留接入口。这是高压电缆，被架在管廊最上层。在整个空间的最底层是自来水管，所有管线一目了然，方便监控，人可进入，方便维修。原来分散埋在地下的各种市政管线，现在清清楚楚地放置在综合管廊里，方案近乎完美。但是将燃气、自来水和高压电线都放入这个地下空间，意味着将城市命脉集中在一起，不出事则已，一旦有问题，整座城市将陷入瘫痪。管廊如果就是说出现火灾的话，它会对整个的这个管线都会产生影响，而且整个铜仓体里面呢都会受到影响，都各种管线都会受到影响。密闭空间里高压电线、燃气都必须远离火灾，能不能在管廊里装上消防常用的喷淋系统，一旦发现火警自动喷水灭火？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管廊里码放着电缆，绝对不能进水，用水灭火在这里绝不是明智的选择。究竟这个美好的设想能否变为一项改变未来城市的工程？中国建设者，未来之城，稍后为您继续讲述。内涝、拥堵、反复开挖，一项地下工程能否让未来城市摆脱曾经的痛？中国建设者，未来之城正在播出。
的模样。他们以非凡勇气与智慧成就匪夷所思的工程奇观，怀抱梦想，克服万难，用巅峰制造改善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建设者，致敬实干兴邦者。深圳机场以西7公里正在打造一座未来之城，城市的规划者决心在这里打造未来城市的典范，通过一项地下工程解决这些曾经的城市之痛。但是工程师徐海岩却遇到一个问题，管廊里码放着电缆，绝对不能进水，用水灭火在这里绝不是明智的选择。徐海岩需要另辟蹊径。一般我们炒菜的时候，油锅里面起火，马上盖上锅盖，这样呢它的火就灭了。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油锅灭火，这种窒息灭火的方式来得到启示的。这个启示被徐海岩应用到地下空间，以解决火灾带来的消防隐患。在管廊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200米有一个防火分区，那这个防火分区里面呢，就是两侧都设了防火门，防火门顶上呢，我们设置的那种自动的那个防火阀，这就是综合管廊消防系统的电动防火阀。这个阀呢，在正常的工作状态呢，它是开着的。如果遇到火情的情况呢，那这个电动防火阀会自动关闭，产生这种窒息灭火的这种效应。然后等到火情控制住了以后，这个呢，通过控制中心对管廊里面的烟气呢，把它排出去。这样呢，就是人员呢就可以进行检修啊，这个区段的维护啊，各种工作。封闭、缺氧，切断了火燃烧的条件。火灾的风险大大降低，但这种密闭空间对于燃气又是致命的。燃气一旦泄漏，在这密闭空间里浓度会迅速提高，还可能爆炸。如果出现有泄漏的情况，那我把这个浓度值降下来，一般呢你只要不超过我这个爆炸的这个浓度，它肯定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燃气发生泄漏，我们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那么这样的隐患会更大，所以必须将燃气泄漏控制在萌芽状态。降低燃气浓度可以依靠地下空间内部的排风系统，但是排风系统何时启动，固定在地下空间顶部的危险气体探测器可以实时监测风险，反馈给中心控制室。一旦燃气报警，排风系统立即启动，并且可以安排人员去排查风险。人工巡查再加一道保险。但是危机发生时，贸然让工作人员进入可能有生命危险，还需要有备案。徐海岩请来外援，整个的就是说你采集的这些数据，你是专门的一套系统传到我们的监控中心，还是可以跟我们管廊本体的系统呢连在一起？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呢，它自己有一套那个集群管理系统，同时呢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开放式的。这个机器人呢，它在燃气舱的时候它怎么解决，就是说这个产生火花或者静电的这种情况？轨道呢，在燃气舱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特种材料，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驱动机器人的驱动轮呢，它也是采用那个特殊的一种材料制作，能和在这个轨道的运行过程中，它能够这个消除这些静电。延伸视觉，延长触觉，在当今社会，机器人正在替代人类从事更多高风险的工作。将机器人引入地下空间，在管廊顶部架设一条轨道，
机器人就可以在管廊里24小时巡视，360度无死角进行勘测。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机器人还可以替代工作人员进入危险现场进行灭火等应急处理。看似所有的风险都已经排除，但是挑战才刚刚开始。地下管廊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将连接城市里的每一个社区、每一座楼宇，将水电燃气送到千家万户，和你的生活紧密相连。中央管廊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是好像人体的大动脉一样，它既要给人体输送养分，还要负责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彻底规划好，不能在过程当中再去修修补补。但是地下综合管廊究竟要修在哪里，能更好地与地上的建筑兼容，这要充分考虑未来城市的规划。未来的楼宇会修在哪里，怎样才能让未来的用户更方便地接入管线？有一个因素可以确定，城市建筑是由道路连接的，把综合管廊修建在道路下方，就可以方便地接入千家万户。朝石岩方向靠右行驶。总是在想，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是还在想一些问题，所以也不知不觉的就发现头发越来越少了。他们都说可能聪明绝顶，聪明绝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操心多了，头发都掉光了。作为负责项目施工的工程师，让徐海岩着急的不仅是现场施工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和各家市政管线单位协调，这也让他的头发日渐稀少。这是城市里一个普通的拐角，在这几十米的道路上分布了10多个井盖，这些井盖是不同的市政公司为维护埋在地下的电线、水管、燃气管道留下的出入口，而这样的情形在城市中比比皆是。前面是我们正在修建的道路和综合管廊，以后这个综合管廊呢就会跟这条路呢连接起来。现在你看，就在这短短的10几米范围有10几个井盖，以后这些管线呢都要纳到综合管廊里面，这是移动的。这个地方呢是排水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燃气管线，在我们的马路上面还有污水管，那里面呢是给水管。没有综合管廊之前，各种管线产权的单位，他们一般就是埋线呢，哪条路径最短，他们可能就选择就是最简单、最捷径的，更多的还是根据它的方便。都结合在一起呢，就是我也得去协调这些管线的不同的需求。今天这个主要的一个工作方案，给大家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汇报。每天奔走在各个会场，听取需求。徐海岩陷入会议的汪洋之中，他今天要协调的就是要把这些管线纳入到地下管廊中，一个入口就可以维修所有的地下管线。暂时的用气量没有这么大，但是这一段的管线是供气干管，供气干管就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我们也都知道，深圳市10年的发展又是怎么个变样，大家都很难去预测。那上面这条路不走线，下面这条路要走线，这要怎么走，是要绕一圈吗？污水管线右廊的话有一个最大的，每家管线使用单位都有自己的考虑，但是管廊的体积不能修建得过大，因为地下空间也和城市的地上一样寸土寸金。同时管廊体积越大，工程造价越高，每一公里管廊造价超过1亿元。作为会议的主角，徐海岩却是最沉默的人，他在思考究竟哪些要求是应该妥协的，哪些要求应该坚持。跟买房有点像，有的管线单位他想是2居室的，有的呢就是想更大，他们都要考虑就是以后儿子孙子辈的这些的使用。因为我们的城市在不断的发展，
比如说你按照现在的容量、现在的人口、现在的管线来设计的话，那么可能过几年它就满足不了要求了。应该说都工程师们寻求着能平衡各单位不同需求的最佳方案，同时还根据各单位对水电燃气放在一起可能发生的风险做了特别的分舱设计，将容易产生风险的高压电线和燃气管道放进由混凝土阻隔的独立空间里，相当于给他们各住了一个单间。当然，为了节省空间，相对安全的通信电缆和自来水管道则放入同一个舱体。地下空间工程将在这个春天全面启动。徐海岩依然每日不停地奔忙，为建设中潜在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答案。在他每天随身携带的包里，除了必备的文件外，还有老婆给他准备的坚果。据说多吃一些坚果可以减缓掉头发的速度。协调问题解决了，这项地下工程是否可以顺利开工？打造未来之城典范这个目标是否还存在阻碍？中国建设者，未来之城稍后为您继续讲述。天空没有电线，大地像海绵一样吸水，一项地下工程如何打造未来城市？中国建设者，未来之城正在播出。深圳机场以西7公里正在打造一座未来之城，城市的规划者决心在这里打造未来城市的典范，通过一项地下工程解决这些曾经的城市之痛。设计师童心和他的团队负责这座未来之城地下空间的设计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管线叠加，它需要把不同需求整合成一张施工图纸啊，就像这个样子，这个是比较图纸的一点细小改变落实到工程中就是巨大成本，每公里的综合管廊投资额超过1亿元，如果失败了，这会成为非常昂贵的错误。对于每一个可能支出的这些点，我们都要做充分的考虑和论证，让它趋于合理。电力舱2米8，燃气燃气舱是2米，两米，哎，这应该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管廊埋是比较深。规划是成本，时间同样是成本。对，后头肯定要超额。城市建设，地下先行。如果不能尽快完成图纸的设计工作，不仅会影响地下综合管廊的工程进度，更会使这座未来之城的其他建筑无法按期全面开工。中心这块呢，一个是综合管廊汇总给我们提供强有力的这样的数据支撑，把这些工作做好以后全力以赴保证4月15号，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能再等，我觉得那是一个底线，不能再突破的底线。同心还有96个小时完成设计方案的调整，但现在他被一座桥给拦住了。城市的地下并不是一马平川，修建工程可能会遇到地铁、河流和桥梁的阻碍，而目前阻碍同心设计工作的是一座桥梁。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我左手边这块就是展览大道过截流河的一个跨河大桥，那么在我们的南侧就是展览大道我们已经正在施工的60米段先行实施段，在过河和过桥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把综合管廊和桥梁合到一起，从桥下穿过，最大的难度是管廊的结构体和桥梁的桥墩在通车通行的时候的一个结构的压力，这个也是对我们的结构设计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如果地下管廊直线向前走，正好经过桥墩正下方，通过计算
桥墩可能会将管廊压变形，那管廊只能绕道而行，但这个绕道相当昂贵。在河的南侧，它就有周边就有一个商业地块，商业地块这个很了不得的。你甚至像宝安这块，一平米啊，恐怕要到5万到6万。如果将地下管廊建到商业地块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工程造价太高，还得原地想办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有一条解决方案，那就是综合管廊从桥下穿过。我们将综合管廊在过河和过桥的这个地方，四个舱室的综合管廊变成了四个单舱，就像四根手指头一样，在河的南岸分成四个单独的舱室，从桥的桥墩之间进行通过。四舱的管廊在桥墩下分道扬镳，跨过桥墩后再汇合。未来地下管廊还将遇到更多的障碍，每个困难都需要设计师量身定制解决方案。雨同样给建设者们提出了难题。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深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特征会给这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带来每年将近2000毫米的充足雨量。与此同时，地处南海之滨的深圳还要迎接另外一重考验，台风带来的突发暴雨导致的城市内涝。实际上尤其越大的城市，这样的矛盾越突出。从气候角度来讲呢，有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比如说天气突变，造成这个雨量突然增大。另外，城市硬化以后，很多这个雨水下渗的这个程度不够，这样呢，在遇到我们集中超标大雨量的时候，就会造成城市内涝，造成城市看海这样的现象。暴雨后，城市积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的材料。此前，城市路面用的多是不透水的沥青、水泥和砂石。现在升级从材料开始，他们将用透水混凝土材料铺装地面。除了材料更换，王振志还需要一些工程手段解决内涝。这个任务落在工程师艾庆华的头上。艾庆华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海绵城市的实验，他们的目标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暴雨来临之时通过吸水解决内涝。这是常规的道路，路面是硬质的，采用的是不透水泥材料做的，人行道也是硬质的。海绵城市的道路，它的从路面到路面下面的这些材料，我都可以采用大孔隙的透水材料。这些透水的材料呢，它可以急速很大一部分的雨水。现在我们模拟下雨的这种情况，下雨的时候常规路面很快就形成了水流，可以看得出来这路面都已经发生内涝了，基本上都淹了。而这边的道路的路面很大一部分雨水是下渗到路面的这些材料，然后多的一部分雨水还可以蓄到这个下水分泌地，这是我们排出去的水的水量。这个传统的道路排出去的雨水有这么多，这海绵式道路真正的外排的雨水就很少，大量的雨水都是被这个道路下渗，包括这个下水分泌地积蓄。城市在暴雨时积蓄的雨水经过过滤渗入地下，不仅可以补充城市地下水，还可以将积蓄的雨水进行回用。对于像深圳这样背靠水网却依然缺水的南方城市，以及更多严重缺水的北方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城市地下存储雨水的设计却无形中增加了工程师徐海岩的压力。海绵城市的设计
让雨水可以存储到地下，但是埋藏在地下的管廊却偏偏怕水，因为里面有电线。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设计。如何破局？中国建设者未来之城稍后为您继续讲述。市的模样，他们以非凡勇气与智慧成就匪夷所思的工程奇观，怀抱梦想，克服万实干兴邦者。深圳机场以西7公里正在打造一座未来之城，城市的规划者决心在这里打造未来城市的典范，却遇到一个麻烦亟待解决。海绵城市的建设解决了城市内涝的问题，但是地下含水量增多，让埋在地下的管廊增加了渗水的危险。一旦地下水渗入电力舱室，极有可能引发事故，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工程的成败，更会影响到城市的正常运转。能否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在保留海绵城市的同时又不影响地下管廊？你这个卷台搭建面啊，一定要保证一定的宽度啊，然后搭建的时候啊，这个火炬啊，距离的卷台大概是300到500的间距。工程师们决定给地下管廊穿上特制的衣服。现在我们工人师傅正在刷的就是我们那个结构内防水的一种防水涂膜，局部位置有一些渗点的话，通过这种防水涂膜可以进行二次修补。外面还有一个外层防水，外层防水主要是我们那个防水卷台这块儿，另外，在顶板位置，因为我们将来管廊是要覆土的，顶板上面还要种植一些绿化植物，所以我们在顶板位置又额外增加一种耐根刺的防水卷材。铺防水膜、涂防水层，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背后却是层出不穷的问题。为了这个地下空间能用足100年，工程师们必须预估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城市不断在发展，对地下管廊提出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比如垃圾的处理。今天世界上很多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的困境，每天城市会产生大量生活垃圾，清运垃圾耗费众多人力，如果不统一处理，城市将越来越不堪重负。垃圾入廊是工程师正在解决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管廊里面我们还会考虑，比如说设置这种垃圾真空系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真空垃圾管道就可以连接到每一户人家，垃圾倒进去就被吸入到地下垃圾处理站，这样就可以减少马路上呢这种垃圾的遗洒，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垃圾味道散播出来。这个地下空间不仅布满管线，
还有看不见的智能系统。通过管廊里面的对管线的这种数据的统计，就可以形成一些大数据的分析。这样呢，城市资源的配置就会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决策的依据，能使我们以后啊城市的生活呢更加智能化。这些路上呢，应该都具备修管廊的这个条件。我这个车就是电动的，现在就是要充个电就比较麻烦。以后估计要是管廊都建好以后，就跟现在的加油站一样，一般加油站也是沿着道路布设的。其实我们想想都是在为下一代，都是在为他们。等到他们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变化有很多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但是无论说这个科技怎么变化，都需要依托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载体给他们建设好。未来生活还有无限可能。工程师们特地给地下管廊设计了一个空舱，留给城市未来的需求。城市升级从地下开始，打造未来城市典范的目标仍在进行中。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毫厘之间的误差将阻碍一条铁路纵贯中国南北，大桥即将跨越长江，这能否是一次成功的握手？中国建设者为您讲述互通长江大桥背后的故事。